我把这钱存到他卡上了，在这儿给存上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这一拿钱吧，我就想起了一首歌。什么玩意儿那么硌脚呢？呀，钱包！我跟这小广场有缘，以前吧我在这丢过卡，现在妈捡个钱包，嘿嘿嘿，我不要，我是拾金不昧，像你呢。我呀，先把我这钱存上，然后在这等失主，要不然待会儿说不清楚了，对不？你烦人，都让你给整乱了。小姨夫爷爷啊，你干啥呢？我捡个钱包。捡个钱包啊？我明白了，小姨夫爷爷，你是真厉害呀！你捡个钱包，把钱存起来，包还给人家。啥玩意儿？这钱是我的。钱包是我捡的，我算了，我不存了，这样行不？我在这等，等失主，然后你在这给我作证，我捡的啊。小姨夫爷爷，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来，等失主，等失主。那个，小姨夫爷爷呀，我觉得这丢钱包的人肯定是咱小区的，咱不能光等，咱发个朋友圈啊，让更多人知道失主，才能更快的找到，你说对不？哎呀，还是人家年轻人先脑瓜灵啊！来，拍个照，发朋友圈，来，给我也发一下子。好嘞，我也发朋友圈。哎，发过来了，发过去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先上个厕所，完了以后你在这儿啊，等着人家来了以后赶快喊我啊。哎，小姨夫爷爷，你怎么一上磨屎尿就多呢？可不嘛，我你才懒驴呢，烦人。我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啊！快点，快点回来！子祥啊，快帮我找点东西！找啥呀？钱包丢了！你钱包丢了啊？张总啊，你是不是看见我发朋友圈了？看你什么朋友圈？我这手机都没电，打不开了都。张总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呀、应该喝瓶富红矿泉水，这里边含丝，你好好思考思考。你好好思考思考，前面丢哪了？到哪丢哪了？咋的？你看见了？没思考出来呀？我告诉你吧，让我小姨夫爷爷捡到了啊！哎，张总啊，你那里边有钱没？你废话吗？钱包里能没钱吗？坏了，我小姨夫爷爷要把钱密下，啊？那个张总啊，你别着急啊，他上厕所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回来回不来，那就看你运气了。哎呀，这小广场挺有意思，我跟你这小姨夫爷爷有缘分呢。上次我在这儿捡着他一张卡，我还给他了。今天他又捡了我的钱包，还给我了。嘿，这真是爱的轮回呀、所以说大家记住了，帮人就是帮自己啊。那对那对。坐着来，坐上厕所了。哟，哎呦，你小姨夫爷爷，你好大亮。我的啥去？我的什么？你的失主。他是失主。我哦，你丢的呀？钱包丢了。坐下啊，坐下，我问问你。好，你丢啥了？我钱包啊。什么颜色？黑的。什么形状？方的。几成新？八成新。什么颜色？黑的。什么形状？方的。几成新？八成新。几成新？黑的。错了啊。我说大亮，你不能插着问呢，你啊，逗你玩呢。我就看是不是你丢的，万一冒领了呢。你快点给我，给你吧。快点给人家。
啥呀？钱包给人家，快点的。我哪有钱包啊？刚才就咱俩，不是你拿着。那个大亮，大亮，不是你就是咱别开玩笑了，行不行？我这赶飞机有事儿，赶飞机呢。我人家赶飞机，快给人家的。你赶鸭子我也没有啊。哎，那没有吗？你翻啥？这会儿别灌凉水，你要不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样，您把我那个钱包里的机票还有我身份证给我，钱我不要了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侮辱我？啊？的人格？小姨父爷爷，你在侮辱我们俩的智商啊？不是，刚才我是不是给你了？你啥时候给我？你拍完照，我说我上次。哎呀！哎，小姨父爷爷啥意思啊？你别跑啊！我掉厕所里了，我花地三尺也给你找出来。哎呀，你说我今天这倒霉劲儿了。你这不钱包找着了，掉厕所里了。本来今天我就赶飞机着急，那钱包丢了，想打个电话，手机还没电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张总啊，你再说一遍，钱包丢了，手机没电了。我这充电码，充。哎呀，不是小倩，你没事带充电宝干嘛呢？我呀，啊，得保证24小时开机。小米粒随时能找到我，也不着呀。哎呀，哎，你跟小米粒关系咋样？还挺好。你看看，充上就来电了吧？来，我马上接一个。哎，张总，你总算开机了。谁呀？是咱们社区派出所的李所长。啊，刚才有个人呢，捡了个钱包，找不到人，就交到派出所了。我一看钱包里啊，是你的身份证，还有机票。这飞机起飞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啊，我就来机场等你了。怎么没见你在这儿啊？刚才机场广播好几次你的名字，也没人应。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李所长，谢。不是，检查我钱包的这个人是谁呀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人呢，也没留名，也没留电话，钱包拿到我们派出所就走了。啊，你赶紧来吧，我在机场等您呢。哎呀，谢。我赶快赶到机场去啊！你等我啊！行了。哎呀，这是好人。咋的？行了，小倩。我那个钱包找着了，我赶紧走啊！找着了啊，跟你那小姨夫爷爷说说。哎，你先别找，等会儿啊，不可能找着啊！找那怎么能？哎，那个大亮，我那个钱包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不是，这啥味儿？这么臭啊！臭的我都上不来气了，掉最里面那个茅坑了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这捞啊，哇，我头差点掉进去。不是，那个。大亮，我这来不及了，我快点说啊，就是我那个钱包啊，跟这个就是有点像，是吧？但是这不是我的，它比我那个旧啊。这泡半天了，当然旧了，快打开看看，找没找东西？不是我的，我那个钱包人家所长找着了，在机场等我呢，这不是我的。人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你来，我给你开开，你就嫌脏。我不是，你看啊，哇，哎呀，你看、啊、这里面还有照片呢，这不。耶，这好像是小米粒儿啊，咱问问。哟，这小米粒儿的钱包吧？不是，小米粒儿钱包是红色的，我看看。你看，要不就田笨笨的？那肯定田笨笨的。你看，这跟小米粒儿的结婚照吗？这是田笨笨。田笨笨，你偷摸的和小米粒儿把结婚证都领了。小米粒，你不能跟他结婚，不能。不是那个大亮，我得马上走，我赶飞机，我真来不及了。行，人等我呢啊。那个小倩，像个男子汉啊，别哭哭啼啼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别在小米粒那棵树上吊死。不的，那你吊死吧，吊死吧。这人你说一天到晚的，人家这个田笨笨，钱包找不着，人家急得直上吊。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的啊。钱包不给的，我来打。喂，笨笨啊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哎呀，啊，我捡着了。对，我在小广场等你呢，快来啊！这是田笨笨的，田笨笨。那行了，那行一会儿，那我得走了。你不能走。哎呀，我赶飞机呢。过来，啊，他干啥呢？锻炼身体呢。待会儿田笨笨来了，他不得跟他拼命啊？他拼命，我拆不开他俩，你得帮我拦住他。不行啊，我这来不及，打车呢，我。不是去机场吗？啊，待会儿我开车送你，咱走近道，没问题。啊，那行，顾哥，哎呦，你好，我来了。
那个郭哥，这是你的钱包吧？哎，是啊，对。哎，我等会儿，郭哥，这啥味儿啊？这么臭呢？你掉酸菜缸里了啊？你啥时候你不小心掉酸菜缸里？钱问问，哎，我跟你这个酸菜缸拼了！酸菜，你偷摸的跟小米粒把结婚证都领了！哎，拦住他，你拦住他！哎，郭哥，哎呀，我照片疯了！咋的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照片是咋回事？这个啊，你说话呀！哎呀，我不是喜欢小米粒吗？我就一厢情愿给他 P 上去了。你烦人呢！没事了，没事了 ，P 的 P 的，假的假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 ，P 的啊，来来来，我看看，啊，都没事了啊 ，P 的，我看看，这个，哎，放下，这边我撤，来吧，你没完，来吧来吧，放下，哎，来吧，我告诉你啊，行，钱包是你的吧？是的，完璧归赵，赶紧走。行啊，王倩啊，我好男不跟女斗，你赶紧走吧。你才是你，郭哥，谢谢你啊，王倩跟你没完啊，没完就没完，我怕你是咋的？哎呦天！你干啥？你干啥？哎呀，那个，我告诉你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啥？哪个都行。坏消息就是你们两个年轻人老这么样，将来一定出大事儿。对呀，我不怕他。好消息想不想听？想听。经过这件事儿，证明啥？小米粒还没有结婚，还是单身，是不是好消息？对呀。大亮，我有个坏消息。啥呀？再不走就飞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咱们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先别走，别走，这咋没完了？这个，来吧，拦住他，来吧。等会儿，来吧。我抱歉啊，我不找你。那个郭哥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找我？对对对，你别过来啊。那个，你看着他。不，那个，对不起啊，郭哥。啊，那个原来啊，我这钱包里应该有3000块钱，但现在没了。3000块钱，3000块钱，太好了！小姨夫爷爷，你干的漂亮啊！你就应该把钱存起来。存起来了？哎呀，郭哥，没想到你心这么细呀、啊！知道怕我钱丢了，把钱帮我存起来了。我没存啊，钱在这儿呢。那没存，那你给我吧。这是我的。行啊，姑姑，那完你跟王倩一样啊？啥一样？算了算了算了，这3000块钱我不要了，就当我给你了，看你能花多长时间，好不好？什么我花？你什么意思？这钱本来就是我的，不是还嘴硬呢啊？不，你不血口喷人吗？我报警了啊！你报警！来，我别报，别报！怎么了？你爷爷啊，报警对咱们不利呀、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要把这钱给密起来吗？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密起来了？行了，好了，我求你们了，不就3000块钱吗？至于的吗？我这上有钱，哎，我这上可能有10000，你拿着。不是我要你拿着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飞了，跟你有行啊？你别动，我郭哥，你想好了啊？我现在就报警了啊！你报来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哎，爸，今天你是不是往我钱包里放了3000块钱？什么？打我卡里了？你不是说放的现金吗？你说你这办的事儿，你多喜欢冤枉郭哥。郭哥，我爸呀，把钱打我卡里了，没放现金，对不起啊。那个，小姨夫爷爷，这3000块钱真是你的啊？废话，本来就是我的。田笨笨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你得给我小姨夫爷爷赔礼道歉。我道歉了，道的不诚恳，重道。那个郭哥，这事儿是我不对啊，对不起。啊，行，可以，没事，来，干，飞了，不行啊，干嘛呀？得90度大鞠躬。啊，去，那个郭哥，今天确实是我错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没有必要啊，你快起来，咱们郭的呀，你干啥呀？我得上飞机场，人等着我呢，我得赶。好，咱现在就走。哎，等会儿，郭哥，那个我爸说要跟你说两句。等会儿啊，来。他爸说啥呀？你这么别着急。喂，哎，叔叔，啊，叔叔你好，啊，我是郭子，对，啊，是钱包是我捡的，没有，他没有冤枉我。哎呀，平时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没关系的，啊，没事儿，对，
哎呀，前一阵沈阳是特别热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您这个岁数，您一定要别直接吹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天哪！啊，哎呀，啊，我经常检查身体，没问题啊，我血糖啊、血压啊都正常。啊，对，对，是挺好的。张总，家里都挺好的，要不我骑车送你点。对吧？不用了，我爸挺好的。我听他还能说出啥来？我妈也好，啊，媳妇都挺好的。对，哎呀，我们就正常上下班呗。对，星期五到星期六都去啊，星期六不去，星期六休息。对，啊，我坐车，公交车一路转四路。对，我们哪有您？您这么大岁数可以有人让座，我们不行就是挤。啊，对。我穿秋裤了，穿，对，早上和晚上凉，我都穿。中午热呀，有时候我就脱了。我要是那个叔叔，我有事儿来不及了。好，你来，你跟你儿子说，你帮我你秋裤的事儿。啊，对啊，走啊，快走啊！你想起我来了。好，走啊走啊！你看看那远处那啥，什么？飞了！飞机都飞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看都是我耽误了你坐飞机。哎呀，那飞机票得多少钱呢？你看。行了行了，郭子，其实啊，到后来啊，我就自己不想走了。